请那个陈主委。陈主委来。郭委你好。陈主委啊，早上很多同仁都在谈到南山人寿的案子哈。基本上记者回来头底，跟这几天的媒体哈，大概有几点的疑虑啦哈。你拄啊有也有讲到，有也无讲到。但是我的感觉吼，我甲会员的看法真接近啦。你即个台湾话叫做讲好好比，台湾赛老啦，就是讲有真济你应该啥物时阵爱出手的时阵，结果不止你无出手，反而和外界一直一直讲。O 的变讲啊变白，白讲啊变 O 的，不只是你家己背负真大的包袱。我跟你讲吼，连带含财政委员会、含执政党、含马总统，大家都派一个保护啊。我是感觉这是真可惜的代志吼。所以今仔日我一面我感觉讲，利用这个机会，你应该针对外界的疑点讲个清楚，和大家当了解。南山案到底基本的立场、基本的经营，你是秉公无私，还是讲你到底你有啥物问题无？我伫遮来整理起来啦，吼，大概五点。第一点，讲你甲南山集团尹衍梁是同窗诶，港班诶，哦，有同窗之谊，所以恁两个因为这个关系，所以你要来帮忙。第二点。讲你是今仔日会当来做主委，就是为着要阻挡博智来并购 AIG， 目的就是要尹衍梁来入主这个南山人寿。这第二种讲法，第三种讲法，最近报纸漳州日的报纸都刊，南山人寿到今为止。看起来还未审查通过，是安怎外界讲会当连贷320亿，资金要对银行来搬？啊，这内头底320亿，拄才讲话讲，啊，都唔免出钱就当做头家啊！啊，320亿的经营究竟是要安怎连贷着？是你咧主导的，是不是？第三个疑虑，第四个疑虑啦，就是讲。你做一人当事长的时阵，吼、哦，对尹衍梁的什么开发案咯、哦，那要连带哦，你拢特别关心，拢本身做主持去主持，啊，为的咧，较比这较重要啊，你都反而你派总经理去，你下面到底是不是有特殊的紧密关系？第四个疑点，第五点上重要的，就是外界一直在担心的。担心讲将来的因缘。